第三晚恐怖在线，咁今晚黑啦，系啦，咁啊，终于就会有啊 A P 哥啦，喺南韩，喺韩国嘅首尔，系啦，我哋讲咗好多啦，系啦，咁喺首尔嘅一个地方啦，咁啊，究竟今晚佢喺边度咧？其实都唔使多作啊，故弄玄虚噶啦，因为呢一个地方咧，几个月前啫，就喺 Halloween 嘅时间就发生咗哇，相当惨嘅一个大嘅灾难啦，喺 Halloween 嘅时候，好多嘅年轻人咧走咗去梨泰院嗰度去玩啊、狂欢啊，咁啊真系乐极生悲啦。咁最后咧都导致150多人系死亡，190多人系受伤，即系成400人系啦，喺嗰度就又伤又死咁样啦，都非常之恐怖啦。谂翻起呢个场面，可以睇翻少少嘅相片啦，等大家啊有翻啲嘅记忆啊，即系几个月前嘅事啫。系啦，咁啊呢度亦都令我哋谂翻起喺中环嘅兰桂坊啦，系咪都发生过人踩人事件？好啦，咁究竟今日要去呢度原因系咩咧？咁当然睇下而家情况会点样啦。咁今日亦都唔系话咩嘅节日啦，咁啊纯粹系一个A P 哥咁啊去到首尔啦。咁不如等大家都可以透过佢嘅视像、佢嘅手机。佢個視頻等大家望一望，而家嘅情況係點樣啦？個周圍情況啦，咁一陣間好快脆就會 ready 噶啦。咦 ，ready 咗噶啦？咁好咯，咁不如 ready 咗就嚟咗先啦，唔好等佢咁凍啦，因為得幾度就好似啊，唔係負幾度應該話。A B 哥，喂，大家見唔見到啊？其實而家好清楚啊。我轉一轉我自己先，唔好意思。好啊。哇！真係等我陣。哇！好正喎，吸引紧喎，而家我想跳啊！哇，头先你一打嚟，我仲喺酒吧入边，我真系即刻冲出嚟。梗系啦，喂，今日星期三啫，依一个地方都仲系蹦节蹦节、啊。星期三蹦尖蹦尖咧，但系其实咧，你睇下咧，附近系一群都冇，唔系我见到 Dino 啊，唔系冇人啊。我都系啊 ，Dino 都喺度嘅。喂 ，Dino 哥，肥咗咁多嘅你。系好多嘅，做咩？佢两个沟晒韩国女啦，型晒咁样啦。系我承认 ，Dino 哥嚟咗韩国之后，系真系好多女过去埋佢台倾偈，系咪啊？系，即系佢中意肥仔嘅。健射咯，健射咯。哦，健射 ，OK。系啦，好啊，好啊。喂，嚟到呢个系咪正正系发生事发嘅地方嚟噶？等等，我拍落住先。咦？做咩？买糖喎。哦、我哋唔买糖嘅，我哋呢度系恐怖在线啊！哎、喂，小心啲啊，有车啊！系喂，几多度啊？几多度啊？而家应该-4度啊！-4度，其实咧，你到-4度同即系可能一两度已经冇咩分别噶啦，系咪已经？冇分别吓、啊，有分别咩？单一度你都 feel 到啊？系咩？咁夸张？系、哎、哇，好大声！我行前少少先，哇，黐线！大便都咁大声，好，我哋翻嚟啦。好啊，喂，系咪就系呢个位噶？即系发生事故嘅时候。其实咧，而家咧，嗱，我哋咧，我哋睇翻前面先。而家我估计啦，咁你当时其实我哋发现咧，梨泰院咧，超级超级大嘅地方嚟。系。系，如果你由呢度行过去，我谂你行前连续行15分钟都仲系叫梨泰院。哦，咁但系所有都系呢啲咁样嘅酒吧地方咩？定系有啲唔系噶？如果再前啲行多10分钟就好多住宅嘅。哦，系啦，但系我谂最多人嘅路应该系呢边，因为事发咧，即系你话最多人即系上实新闻咧，就是、我哋头先后边嗰条路嘅转右嗰条巷啊，咁嗰度咧就系即系全部棘晒喺嗰个位咯，当时。系系系。系啦。哦。我呢边就系应该。因为佢有分头尾嘛，嗯，我谂呢边系尾咯，叫做明白，系啦。喂，咁啊，虽然咧就而家冇乜人啦，咁啊，但系你又唔识韩文问，即系亦都问唔到啊，究竟嗰个发生过啲咩事啊？啲人有冇咩记忆啊？都问唔到啦，吓，而家都唔知啦。系唔知嘅，啲人仲要过得好串嘅，基本上系咩？系啊，除咗因为唔知系咪因为我哋唔系韩国人啦、啊，咁基本上。好多人都对我哋好冇礼貌啊！喂，唔系啊，系咁样噶，所有游客去韩国咧都系俾人撞、俾人㧬噶。嗱，我听翻嚟系咁噶。
系啦，冇错，系咪真？真系嘅，系啦。咁基本上问嘢都冇啦。有时呢个酒吧啲人都好串嘅。喂，咁睇下仲有冇人喺度饮紧酒？应该都冇啊。讲真，每一间餐厅都有，但都得一两台咯。一两台。系啦，星期三嘅都系饮酒有嘅，少咯，好少咯，非常少。喂，好啊，喂，咁你行下俾我睇下。我、哦、你想行去边位咧？我唔识噶，你行啦。哦，就行就行呢边先，因为其实最重点我系后边。好啊，一阵间先再睇咯，系咪？系啦，咁你可以叫做嗱，你睇下呢啲路啦。哇，好斜噶。系啦，但系如果你话棘晒啦，其实就类似咁样咯。系咯，咁真系。就是骨牌效应噶咯喎，系啦，咁啊呢度逼满人啊嘛，咁跟住呢啲斜佬就逼满晒，咁跟住一日一跌，咁咪全部冧晒，系咯，系啦，两边又走唔到，咁咪棘晒啲咯，咁救护车又上唔到嚟嘛，因为救护车喺嗰边路啊，咁你上到嚟呢个位，呢边又系人，咁样入到嚟，咁都系其实就系救晒棘晒呢啲人，系咯，真系阴功，又多垃圾咧，系啊系，冇错，嗰日一定系疯狂啊，因为系啊疯狂，如果你谂下呢啲楼梯咧冧晒又系咁样，哇系，仲有条咁长嘅楼梯添。系啦，四处都系，其实呢度附近四个都斜路。哇，完全系一个充满住危机嘅地方嚟嘅，呢度非常之多危机。呢度系加大版，加大十倍嘅兰桂坊。哦，都系啦，咁兰桂坊都系斜路。系啦，系啦，行前其实都系差唔多嘅，都系斜路同埋楼梯。哇，喺手结冰。手结冰啊？系啦。下边有冇结冰？下边冇啊，下边缩咗。你知唔知有个议员叫周结冰噶？以前啊，唔知道啊，唔知啊，你快去 check 下，真噶唔系讲笑噶。可以，我快啲 check。真系叫周杰冰噶。回复你先就会 check 噶，而家。O K。吓，我想话咧，下边咧，其实又系有个好似连农场咁嘅嘢咧，即系有好大啲纸啊，俾人哋悼念咯喺下边。哦，系咪？可唔可以睇下？但系就系 exactly 嗰条路，其实啱啲你我哋翻去嗰条路咧就会见到。好好，我哋一阵间第三节应该会见到，系咪？系啊，哦，有个悼念嘅地方。系啦，我以为附近会更加多悼念地方，但系其实附近好似冇咩事。我谂佢又唔想刻意咁，即系有个咁样嘅历史遗留咗喺度，周围都系啦。咁始终呢个就一个消遣嘅地方咁样咯。系。O K， 咁点啊？你而家喺韩国有冇其他嘢发生噶？冇嘅，即系学玩乐嘅啫。韩国有冇嘢发生啊，卢哥？你分享啊？系咩？賓館有啲怪事發生，又有怪事啊！嚟，我同 A P 都見到亞美有影咯，咁但係唔知係咪睇錯？係，係啊，跟住我咧買咗個嗰啲紅外線嗰啲咧，入門口會叮噹嗰啲機啊，擺喺間房度啊，咁朝早八點半我俾個鐘吵醒咗咁樣，咁即係有嘢經過咯喎，應該有嘢經過先會響啊嘛，係，係啊，但係就冇，即係點講咧？我拿住部機影住自己瞓嘅，咁但係部機冇曬電，影唔到個鬧鐘，即係鐘響個聲音，我影唔到。哎呀，咁啊嘥曬啦！我哋嗰度咧，佢有個夢網啊，叫做係嘛？係有夢網啊！佢有個夢網係即係嗰啲捕捉啲好夢嗰個網啊！哦，點解有個夢網嗱？我要解釋下咩夢網先。其實咧係好似啲食物咁樣嘅，咁有一個網狀咁樣咯，咁就掛喺你個牀頭上噶嘛，嗰啲叫夢網。佢掛咗喺一個。騎樓的門口是嗎？為什麼會這樣呢？是特色來的？不知道，我們去到的時候我就說這個是什麼來的，他就夢網，然後還掛了一個大笨象那些泰國的公仔在那裡，不知道為什麼這麼有趣。是的，因為我們那天疑神疑鬼嘛，我們好像找到東西，然後就開始找，是就找一找，發現咦，為什麼有這些東西。哦，你拍來看看不如。哦，好啊，我晚上回去拍給你看，可能要。好啊，你回去拍給我看啊。還有為什麼說什麼找到呢，就是我哋嗰日直播咧，天奴聽到有叫聲，我好似聽到少少，跟住我就突然間睄到門口啦，好似有啲嘢喐一喐，跟住我就望一望，跟住天奴啊，你睄到啊？我早啲嘅時候都睄到啊，早啲嘅時候都睄到，即係我話其實我琴晚瞓覺嘅時候已經睄到一次啦，不過我以為我睇錯。你住咩地方啊？今次我哋住喺一個叫咩西大門啊？西大門一個民宿。就好恐怖，好舊嘅，附近都四圍都超舊。即係你特登住㗎？唔係啊，咁啱 book 到啊，啲路嗰個平啲啊，平啊。哦，咁可能係有啲咁嘅嘢咯，唔出奇啦，貪平。通常住酒店貪平都有本機會撞鬼㗎啦。我諗嗰度真係好嚴重，嗰度廁所係我人生我仲
仲臭过神户啊！厕所唔系啊嘛，突然有阵臭，系突然间出现噶，唔知系咪塞咗条渠定咩？我哋一有时咧扯完水咧，过咗阵咧，佢就会臭到系，佢只不过开到门一下咋，嗰阵味直接即刻令人呕嘅，就攻出嚟啦！我真系嗰日，我真的哇咁犀利嘅。咁点啊？你谂住住几耐噶？或者喺首尔逗留几多日噶？住七日啊，住到去四号就去曼谷啊！我又翻翻过去曼谷啊！系啊，因为嗰边啲椰子西瓜召唤紧我哋啊，同埋 After You 等住你嘛。系啊，冇错。OK， 好啦，喂，可唔可以睇多一阵啊？嗱，俾免费时段朋友睇多一阵呢个离太远嘅环境先啦。系啊。行多个卡啊，行多个卡。我而家阵会再稳啲啦，我都唔知点解个云台一出到嚟咧，突然之间唔知点唔喐啊。唔紧要咯。你行慢啲就得噶啦，唔使惊云台。咁生几多点嘅咧？呢啲酒吧通常啊？我睇嘅话有啲两点，有啲、哦、有啲啲时间，因为佢系好多咧，佢哋好中意饮咖啡嘅。系咁啊，咖啡酒吧一齐，咁咖啡嗰部分会早啲收啊，酒吧就冇写收几点。咁我估系24:00出奇。咁你头先系早啲嚟到呢个地方噶嘛？系咪早啲系仲多人嘅咧？仍然都系，绝对唔系。啊，都冇人啊！我谂10:00-9:00已经见唔到任何人。哦，因为可能闲日啊，都真系。閒日啊，係啦係啦，閒日啦，同埋呢個天氣咁凍，其實都冇咩心情出嚟啦，係嘛？咁韓國人已經 ready 好曬噶啦，佢人生都係咁凍噶啦，冬天我諗唔關係嘅，都習慣咗噶啦。我諗佢哋應該未 ready 好啦，我諗我 ready 好，我反而覺得 OK， 但係佢哋著到係好誇張嗰啲人。係咩？係、okay. 個個都係大羽絨啊！我係先最少衫啊。係。嗱呢啲又窄街啦，如果呢度棘住夠啦。係。佢好多條啲窄街，四圍都啲窄街嘅。Okay. 这些车都是劲车那些呢，嗯，是的。好啊，咁睇下有冇其他人吓，而家都系喺韩国见到我哋今日嘅直播，就即刻落去离太原揾下 A P， 揾下 Dino。啊，跑过嚟啊，即刻嚟。跑过嚟，喂，咁你阵间去真系最出事嗰个地方噶咯，系嘛？系最出事嘅地方，睇下嗰边会唔会影到啲咩啦，跟住俾大家睇下啦，同埋就。然后点啊？用灵魂盒子啊？我谂都应该冇咩机会，寻龙尺都有啲机会嘅。哦，好啊，或者火柴人咁咯。啊，同埋系啦，同埋寻龙尺，啱啱我见到上网有个 post 话，直情系咩英国咩啲人啲搵水公司都用寻龙尺搵水嘅。哦，咁都定下，以前都系咁讲噶啦。系，但系佢而家2023都系。而家都仲用紧哦。系啊，冇错。好啊，好啊，好啦、啊，喂，咁啊，唔该晒两位先啦。啊。搵个地方踎踎先，太冻啦系嘛？我哋要搵个，我都唔知搵边，我哋匿埋喺后巷。好啦、啊。OK， 好啦，唔该 Dino， 唔该 AP， 好，一阵见，好一阵见。OK， 好啦，点啊？我哋可以有啲咩测试啊？即刻睇下先，系咪似嘅？似唔似？好高嘅一啲人啊，嗰层，我哋慢慢上去，调翻转再扫落嚟睇下。好。咁都系真系好似有喎、啊，非常之高咯，但系全部喺石上边。系，喂，会咩嘢？呢度都有喎、啊。诶、欸，其实系侧边嘅。系，嗱，嗰度冇咩似一个人啦、啊，又冇树啊啲咁样啦。冇树嘅，啱啱我哋轻轻喺度咧，试咗少少寻龙尺咧，咁问咗几个问题啦，咁、嗯、答佢。佢係話有，但係點解會喺度咧？就係話佢哋唔知道自己離開咗咯。哦，都通常係咁樣。好啦，我哋直接上個頂啊，跟住調翻落嚟俾大家睇嗰個視角會點啊？嗯。好啦，前邊轉咗就頭先嘅酒吧，跟住上翻嚟啦，然後呢邊影翻落去咧，就係嗰條路啊。誒？你突然间右边嗰排灯咧，我突然间我记得好似嚟过。右边排灯好靓噶嘛？你 pan 翻再、哦、左边系啦，呢排灯啊。哦，我都觉得我应该嚟过啦呢条街。呢间应该系间酒吧嚟噶，好大酒吧。系啊系啊，我记得我嚟过啦，几年前。哇，咁阿 Edmund 都嚟到几远？离太远嚟讲好大啊！呢度已经系去到接近差唔多离开离太远噶啦。咁因为呢度有中心点嚟噶嘛，我相信系。算是的了、你可以这样说算是的，因为它四围都是很多食物餐厅的。是是是、哦、我记得这里、哦这里就是出事的路。
系。好啦，咁就试下有冇望到有啲火柴人啦、啊。好啦，暂时点睇乜都冇嘅。呢边应该都冇添，冇啦。可能太冻啦，佢都要匿埋去一啲地方取暖啊。冇错，而家真系人人都要取暖啦，灵体都取暖，冻到喺度。咁啊，试下寻龙车系嘛？我交俾卢哥寻龙车。好，卢哥帮手啦。卢哥好劲嘅寻龙车。问咩啊？有冇话咩想问咧？大家？有冇话？哦，不如咁啊，我再问翻你头先，即系我哋 suppose 要当然都会应该有灵体啦，系咪先？你头先都问过啦。我哋再問多一次，係咪佢哋仍然唔知道自己走咗咧？啊，冇啊！坐上車，我想問一下，喺離體呢事件過身嘅靈體係咪唔知道自己走咗咧？如果係嘅，打開；唔係嘅，打交叉。係嘅，打開，唔係打交叉。如果唔知自己，咁快？其實頭先都差唔多快，頭先都係。都是一支先咯，等佢第二支慢慢過去咯。係，係咯。如果第二支唔用，我都係坐玩咗。即刻有答案喎！如果啱啱嗰支就係係。仲有冇咩問題咧？有冇咩問啊？咁佢哋係咪需要？哎、不如我咁問，佢哋真係需要嘅説話，我又驚。我想問係咪需要一啲人嘅超度？但我驚問咗咧就大鑊嘅。阿卢哥话啱啱话韩国一个好大嘅即系信耶稣嘅国家嚟噶嘛？系，即系我但我知道佢哋呢度都系通灵师嘅。有，系啦，咁但系佢哋其实通灵师，我唔知佢会唔会过嚟超度嘅。我以前都识过一个韩国嘅一个通灵师嘅，都上过嚟节目嘅。啊，佢哋唔系叫通灵师，佢有个名嘅，有个专责嘅名。啊，佢哋叫巫，系咪叫巫师、巫女嗰啲咁样嘅嘢？巫女好似有呢样嘢，系咪啊？系咯，好似巫女喎。系啊，佢哋叫巫女嘅，好似系噶，系咁样噶。佢好啊，你试下问啦，或者问下呢度曾经有冇人嚟个超度啊？有冇人嚟个超度咧？呢度系咯。陈龙车，陈龙车，我想问，喺呢事件之后，有冇人喺度做个超度？有嘅打开，冇嘅打交叉。有嘅打开，冇嘅交叉。哇！哎，交叉哇，冇喎，哇咁快？系咯，冇。真系冇喎，佢而家咁讲，哇！喂，呢个答案好清晰喎，好似。哇！如果有师傅喺度嘅话，可以真系睇下喎。好啦，咁再问下啦，而家呢条巷啊，系咪堆积咗仍然有好多未知自己走咗嘅灵体咧？系嘅，打开唔系交叉，不过又系都几答到我哋想答嘅嘢喎，个答案系咪啊？系，都几似系。系啦系啦，因为我头先咧，我自己咧都有试过用寻龙车啦。哦、因为我最近有啲人成日同我讲就话，诶，寻龙车啊，有啲你咩用咩倾斜咧，佢会指去边度。咁我头先咧自己特登咧，将佢即系要俾力去第二个方向，但佢系铁打都唔喐，佢反而系拧翻转头。系咯。哦，原来即系而家都有好多喺度咁样，咁希望佢哋可以早日能够超脱到啦，或者有其他嘅人真系可以帮到佢哋啦。系，好，又睇下有冇啲高龄人士啊，会睇到而家呢条巷啊，系咪真系仍然好多？好啊 ，OK， 哇，做咩？风云，哇，同埋好多醉酒鬼啊，系啦，大家。大家唔知做咩，突然间嚟咗一大堆人，好多人咯，突然间，我打烊系咪？而家打烊啦，打而家几点啊？十二点几啦？
而家韓國時間一點，因為我頭先睇咧好多間就收兩點嘅，係一點三點應該咁啱嘅，我諗就哦咁啱啫。OK OK， 好啦，咁啊大概知道啦，仲有冇地方可以望下？相信成個梨泰院其實都係望呢啲嘅。好，收到。我哋行咗好遠好遠過嚟。佢全部都是呢啲咯，即系你幻想唔到，即系真系可以有十萬人嘅呢度原來，因為佢嘅餐廳酒吧係多到不得了，成條街啊，大街都有啊。跟住呢度只係冰山一角嚟，佢係上山嘅，你可以去到超高超高咁樣。嗯。喂，咁點啊？你哋下一次仲有冇喺韓國嘅靈探嘅？冇噶啦喎，照計。我揾咗好耐咧，我真係揾唔到有鬼喎韓國，除咗我哋民宿。喂，你揾唔到？你如果咪問到有咯，依度問到唔少咯。我呢度係有嘅，但係即係我知道啦，係啦。但如果你話即係酒店啊或者咩咧，我問咗好多人咧，有人話有嘅，但係個故事係一啲個別觀眾啦。嗯。咁我就諗唔知拍唔拍，因為都係其實少少即係你知啊，唔係話咩好經典故事嗰扎或者咁樣，即係唔知道我會唔會去啦。但係你話嗰啲建築物其實好多都冇曬韓國，所以都唔知係啦點樣去。真的冇乜噶喎，呢個地方好嘢喎，真係啊！我真係問埋阿司機咧，司機哥哥中國人嚟，佢都冇咯，而家好多都拆曬喎，七七八八噶咯，冇就算有都唔係喺首爾咯。係係。Om Sajdalenda Burudama。點解火噶？哎哎，先不要过去。然后会浪，我随时会浪魔动。每天做噩梦，梦到那个男的来找他，帮帮我。去那个地方。哇！你在讲？哇！喂，我熬啊，依家。好啦，咁啊，今晚黑咧。除了在韓國的資料之外，亦都要講一些泰國的東西。為什麼呢？因為剛剛昨天我看到一宗又不可以叫真新聞的，未算去到新聞，但是都有一些綜藝式的節目報導，因為它又會講一下娛樂，又會講一下社會時事，這些可以叫社會時事。跟著一宗 case， 就竟然間在大銀幕電視的大人幕裏面呢，就看到有一件事，就說一個少女啦，就在網上認識了一個男仔，然後呢就最初都好好地的，跟住呢這個男仔就可能對他開始冷漠啦，咁就話分手添，咁個女仔接受唔到啦，咁樣點解咩事啊，咁樣咁跟住呢就好啦，向咗另一方面諗啦，啊而家係咪啲後生仔基本上對呢方面嘅資料就已經係即係都幾充足啦！如果唔係，佢唔會諗到呢樣嘢啊嘛！你要諗下，我點樣可以箍下煲啊，或者做下其他嘢先啦。但一諗就可能已經諗到，咦？係咪有啲法術嘅嘢係可以箍翻佢嘅咧？咁樣即係可能係好多年輕人咧對呢方面嘅資訊已經係接收好多啦，好發達啦咁樣啦。跟住咧，佢就走咗去一啲嘅賣泰國聖物嘅鋪頭裏邊咧，就揾啲師傅啦咁樣啦。輾轉之間咧，就話俾咗20,000元。系啦，咁啊做一个法事就应该咧就可以叫翻阿男朋友翻嚟。咁原来最后咧知道系啲降头术嘅嘢啦，咁啊可能啲控灵啊嗰种嘅情况啦。咁亦都会有啲条件嘅，就话佢嗰段时间可能系一两个月啦，就唔可以自己有性行为啊，唔可以讲粗口啊之类嘅嘢。咁但系个女事主已经跟足晒噶啦，已经系都好相信佢。咁但系最后都会搞唔掂。但问题就话原来帮佢做呢一个法事嘅人就话不成功。就咩不收費嗰啲咁樣啦，或者會退錢咁樣，咁最後話唔得喎，冇翻嚟喎，於是就鬧咗上去一個綜藝節目啦，咁樣，咁啊出現咗呢單嘢喎，咁其實都幾罕見喎，佢哋會做呢啲新聞啦嚇，比較少啲啊咁樣，咁好多人睇到啦，咁所以不如我哋今晚都揾一位泰國嘅法科師傅啦，咁啊傾下呢個話題，咁嗱，即係我哋對呢方面嘅嘢咧，如果係我哋觀眾咧，冇理由唔識噶。其實都聽過很多了，說真的是有這些方法的，即是有這些落人情降啊令到他不喜歡自己的都會在自己身邊啊，是有的這些情況，甚至乎是會成功的。那為什麼都要講一下這件事呢？我今晚都希望即帶出一個訊息，就是就算你真的可以找到個師傅幫你做，最後你是不是可以得到他的心呢？這些才是最基本
嗰個嘅即係關係個關鍵啊嘛，係咪？好啦，喂 ，Hello， 泰師傅，你好 ，Edmund， 你好，恭喜發財，恭喜發財，對咗恐怖在線朋友都係好啊，新年快樂，新年快樂啊，身體健康，新年快樂。嗱，今日咧就揾翻泰師傅啦，去 comment 下呢一單嘢，你有睇到個報道啊？我有睇到個廣告，不過東張西望嗰集好似重播 cut 咗。重播 cut 咗，我唔明喎。因为佢嗰个 app 咧，佢嗰个节目就应该嗰 part 嘅环节应该剪咗，总之我睇唔翻重播咯。哦，系咩？系啊，系啊。即系 live 出咗街就系有啦，当然，但系就系你要再睇重播就冇咗呢一个专题啊。系啦，冇错啦。吓，点解会咁得意咧？系啊，好得意，都唔知道。冇错，咁唔紧要啦。咁因为其实都好多报道，我哋都吓、有好多媒体咧都 cap 出嚟做啲报道啊，咁样啦，我哋都见到有啦，咁样。好啦，嗱，我就系想问翻阿泰师傅啦。我头先都讲啦，喺泰国法科里边系真系有呢啲法术噶嘛？系咪？泰国法科里面系有呢种法术嘅，系啦。呢啲叫咩咧？锁心术系嘛？其实佢归纳于系爱情，我哋叫神灵嗰啲法术咯。咁佢其实有好多唔同类别嘅，咁有啲咧嘅类别就系要令到一个人爱上自己，有啲咧就系、是、令到一个伴侣之间磨合，有啲咧就系专攞嚟箍煲复合，咁都有嘅，好多唔同类别嘅。但系最大嘅系分两种，一种叫闷球，一种叫闷浸，即系黑发同埋白发。哦，两种个差异都系唔同，价钱或者系做法或者形式都系唔同嘅。OK OK。嗱，呢啲都系叫降头啦，好明显系嘛？系啦，叫降头。嗱，咁基本上咧系真系有呢啲法术啦，同埋系真系会成功噶，啱唔啱先？有成功 case， 亦都有唔成功 case。系，当然啦，冇错，系啦。咁所以佢，所以呢个女仔咁就会相信啦，咁样做啦。咁我哋唔好讲个钱或者一万两万呢、這个好 depend 上个师傅即系收几多或者佢道行之类嘅嘢啦，咁样。咁但系。乜嘢情况之下，法师先要肯帮人做呢样嘢咧？讲真，其实喺泰国好多阿赞咧，就都系讲缘分嘅。你揾得佢拜会佢，咁佢亦都有信心去帮你做。其实大家就会去可以去进行呢件事嘅，就冇话特别有啲乜嘢规矩啊，或者系要指定拜啲咩师傅啊咁样。咁但係當然啦，泰國地方咁大，咁亦都泰國好多好多唔同師傅啦。咁亦都有一啲師傅係真係收，即係可能價錢好貴啊，但係咪代表話佢完全真係係做到好足咧，或好勁咧，又未必。咁但係泰國人本身嚟講咧，喺泰國做呢啲法事，尤其是啱啱 Edmund 你講嘅情況，尤其是黑法啦，即係啲墓地啊，或者合法嘅裏面咧，咁咪泰國人本地人自己都少做嘅，本地都少做啊？係佢哋自己都少做，佢哋多數做係悶巧，係一啲白法，一啲關於愛情嘅白法。哦，冇錯。咩為之愛情嘅白法咧？咁點樣叫白法同黑法？即係除咗頭髮嗰啲白髮黑髮之外啦，咁點為之叫白同黑咧？最簡單黑髮與白髮之間分別咧，就係行鬼定係唔行鬼。係哦，係啦。如果行鬼咧，通常就會牽涉可能一啲山精啦，或者一啲鬼靈啦，或者喺墳場裏面啦，去即係召喚一啲靈界嘅朋友嚟幫手，去幫個事主就去做一啲 target 嘢。咁白髮咧就一般都係拜一啲和合祖先，又或者係一啲法科法本裏面一啲法術符咒，就唔牽涉鬼靈嘅。就算牽唔牽涉鬼靈都好啦，我就算唔牽涉鬼靈啦，但係你都係想個男朋友翻翻嚟，咁呢個都唔係個男朋友意願嚟嘅，咁但係好啦，你用咗呢個白髮都好啦，個男朋友翻翻嚟都好，都其實唔應該嘅，啱唔啱咧？啱，你可以咁講嘅，係嘛？但係亦都可以咁講咧，就係咧嚇冇啦，睇完噶啦。是啊，最精彩的部分就是这么多。这个只是恐怖在线和往来八百的精华片段。如果你想看全集节目的说话，现在很简单，一个月60元月费已经可以看到恐怖在线加上往来八百一个 combo 了。还有也可以上 Edmundpoint.com 加上我们 BigBig 的手机 app， 同时两个平台都会看到的，那就不用看到到后不到快咯。同时都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 还有按一个 long， 一有新片你就会知道了。